Obviously, you got to go into OBS or XSplit instead of. Wait. Mm. Wow. 我成功的在 YouTube 上开始了直播。那我怎么看呀？哇，巨清楚，兄弟，巨清楚，1080p。我看看啊，看看，我找一下。Set up your. So as you see here, earlier or a couple days ago of the stream. Sorry about that. Change the. So messages are coming in per minute. Now, to get to the questions and help. 就是, no data. Video manager. Playlist. Live stream. Live streaming. Streaming now. Live dashboard. Create highlights. Ah!居然有一个人在看，我他妈惊了！哦，你看了吗？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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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来来来，我发给你。Right。哦，不过现在是所有的声音都会被录进来，就都会进来。 因为我这个推流它是把麦克风也那个什么，没关系。好的，但好像有延迟。我看时长把它改成零，行不行？怎么找直播啊？就我不是给你发。嗯，然后呢？ 然后你打开就行了呀。300毫秒是多少啊？300。我打开什么呀？我把这个在。把那个链接打。你没有发我链接啊？啊，发错了，那行吧。哎，这他妈的非常不好用。这个应该对了。对对对对。是的。怎么找直播啊？不是，你就直接我发你那个链接给你。 直接打开这个就行了。一人正在观看，可以。哼。Interesting. 等一下哦。
only a York. Okay, Tao, can you? <咳>你开了多久的延迟啊？我不知道呀。这个电油厂两进，两个进，这它是如何排列的呀？ 哎，我能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对啊，因为就是所有声音都录进去了。啊，不会是这样吧？真是这样？What the hell？ 3.6， 插件，如何把它装起来呢？要先直接化工厂吗？固体燃料，嗯。 石油气加煤矿，嗯，实时聊天，一人观看。嗯，歌姬搞死。哦，制作于这个东西。<笑>那么问题来了。 原油它是如何流到这里的呢？它又不能流到，是怎么把油流体怎么造呀？这好僵硬啊！不对，嗯，延迟高吗？嗯。 不用管，没关系。我也不知道这到底在干什么。哎，不是说，哦，不行，这个里面做。 灌装原油桶，这个原油怎么输入？哦，啊，自己听自己的声音超奇怪的，是这样的，但是也挺好玩的。哦，是这样。 原来如此啊！原来如此，等一下我看看啊，我这时长已经。
啊，你搞的我也想玩，烦人。离个线，离线。关键是我现在终于玩到，终于玩到新东西了，所以就very very 开始。我感觉我今儿晚上别想睡觉，完蛋。哦，这地下管道可以。吃饱了，吃饱了。怎么样？传送带齿轮加基础传送带，嗯。哎呦，我这声音太大了。设置音量。可以加齿轮产线。齿轮产线是上行，上行，齿轮产线。再加一个，再加一个。哦，终于又能做些什么了。电炉就是它是。它地图都是随机生成的，对吧？是的。哎，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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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电线杆上28左右，两个人的网络是最稳的。是黄色的，就是都可以研发，是吧？啊、哦，好的。哦，我这好穷啊。嗯。怎么办？我这好穷啊。穷没关系啊。为什么走这么慢呢？我可不可以看别的地方啊？可以啊。完全 OK 啊。有右有，我要见到哪儿比较好呀？想见到哪儿见到哪儿。
真的。就反正你什么矿都有就行。他剩下的矿都很少是吧？哇，我这个树林刷的特别不好。哎呀，鸭油，我在干什么？怎么办？我感觉我要砍山了。可以啊。完全可以。铀矿可以干嘛呀？不知道，我现在还没有。刚开始一上来就是先搞煤、搞铁嘛。对。讲道理，我周围连个铁都没有。那你也太惨了。啊，不是，连个石头、石矿都没有。石矿没有很正常呀、啊。你在看吗？是你在看吗？什么？我在看。就是我的直播。我在看什么呀？我在看呀、啊。OK， 好。有点卡住了。感觉直播好好玩啊。虽然没有屁用。对啊，你最好你。你可以弄个 B 站的，嗯，这不是没有那什么吗？哎，这刚开始踩这么慢吗？对，刚开始你只能手踩，是这样的。不行，弄不了，这太费劲儿。咋费劲儿的？我说他给刚开始会给你铁呀，啊，铁制箱能干嘛？储存容量32，热能机械B，物流。不知道该干点什么。原来如此。
明天去买两颗稀有吃的。好呀，好好吃，上瘾行啊，这齿轮不够用了呀，这产线一增加不够用，弄铁呗。产线一增加，我现在有铁，现在关键是铁运不出来，我再接着，我得把铁运出来。哇，好高清啊！这个直播真的，我把它换成720，720真的好爽。哪个呀？你说什么？你的直播间。是吧？巨清楚，我操！哇，国内直播软件真的是看的人巨头疼。是的。就是很卡，我这个 VPN 的网速实在是慢。随便搞一个好了，先随便搞一个好了。突然卖萌，谁卖萌了？没有，有这个直播延迟实在是太长了，我到现在才听到，我现在才听到我刚刚说我要买稀有。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卡了。哎，铁好多呀。齿轮还是不够用。噔噔噔。收一波铁，
哎，操！哇，机器！哈哈，我想测试一下我跟你的延迟有多高。哎呦，我这么多齿轮儿。哇，巨快，我操！我现在终于听到我刚刚的哈哈哈了。延迟这么高吗？嗯呢。提速，好爽，跑得巨快现在。然后这种游戏就一旦就玩到那个通了之后就没有玩的了。是的呀。但是这个过程非常的爽。
是效率爆炸。呦我操！为什么有这么高延迟呢？我也不知道呀。不高呀，我这看着。我这很高呀。那就是，嗯，全都提速完成，好爽！现在看着好爽。所有东西都要提速，速度太慢了，现在。等一下，不不，Poking。Poking啊。
我都七点了。你以为呢？得吃个什么东西啊？好饿呀！吃啊！我说你今儿过的真的是不知道时间了都。对杀父，铁板加铜线，铁板加铜线，铁板铜线，铁板铜线。Stocked.呀，两点半了，睡吧。哎呀，你不要管我，一会儿要没音儿了，我就睡着了。怎么可能睡着呢你？哇，惊人的发现。嗯，我说惊人的发现，铁终于不够用了，铁的用量已经，就是产量已经跟不上用量了，太好了。你居然这么开心。对
感觉加这些产线，瞬间各种资源都不够用了。好呀，对呀，好事，非常好。不然，阿里产能过剩多无聊呀。是这个意思啊。 你先吃饭好吗？没得吃，不吃了。为什么不吃？因为懒得出门去买。你不是饿吗？饿你就忍着就不吃了呀。 好，太好了。
참을 哇 GG 雪崩 这周围全是虫子 完了又来了
这游戏还能玩吗？睡吧，睡吧，睡吧，该睡。晚安。晚安。